蝗蟲軍團集港狂掃日用品，你掃紙尿片，佢就掃廁紙，連牙膏都唔放過。唔好以為上水龍峰花園啲藥房清倉大減價，排住隊俾錢嘅大部分都係深圳同胞。無他嘅，內地物價暴漲，好似護髮素咁，深圳賣成90蚊，香港就平30，洗頭水仲平一半添啊！加上人民幣升值，計落買乜都打85折，搞到啲藥房要請多幾個人拆箱搬貨，連喺門口執紙皮阿嬸都執到手軟啦。一個星期嚟幾次到啊？好近咧，一個星期嚟啲，我哋全部買嚟自己用嘅。上水商場上個月都有出招吸客價，買滿400蚊就送你翻黃江，連車費都慳埋啊！水貨客就梗係唔執輸啦，成箱貨咁入，再分拆，主流係奶粉，走一轉就淨袋50啦。咁好揾，唔怪之得場面虛陷成咁啦。